爱情吗？那你自己的爱情是怎么处理的？我连对象都没有哎。那唐一清呢？他最近不是常找你出去？小唐警官，我怎么可能跟他有什么嘛？他最近帮你帮了这么多，就连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，他也帮你做哎。你看啊，他为了你来帮我们搬家，还请你去看电影，今天竟然还撮合我跟一莲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过去是最反对我跟一莲在一起的。他来帮忙搬家本来就是应该的嘛，他是人民保姆哎，他请我看电影，那是因为他刚好有电影票嘛。那你跟一莲的事情都已经过那么久了，我想他应该也不介意啦。而且他一直希望一莲找到一个好对象啊。我是好对象吗？你觉得我在他眼里算是好对象吗？奇怪。你干嘛用那种直问犯人的口气直问我啊？而且我干嘛还真的跟你解释？唐一清他如果不是喜欢你，他绝对不会为你做这么多事情。你不是说你很懂爱情？这就叫做爱情。你不要随便帮我乱配对啦！我说没有就没有嘛。而且就算我有喜欢的人，那个人也不是他啦。算了，跟人家还是白讲。怎么不进去啊？我有话想要问你。说吧。你今天这样帮玉兰凑合我跟齐丽，你是真心的吗？想听实话吗？好，我当然是不赞成你跟李齐丽在一起。不过都什么年代了，如果你跟李齐丽在一起开心的话，我反对也没有用啊。我一莲，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吗？只有跟他在一起，我才觉得自在。是吗？你刚刚不是说不反对？我没意见，随便你吧。你这受玉兰影响很大。哎，有人讲啊。告白了没啊？我。看样子是还没有。你真的很逊哎，唐一清。好啦，下次帮你制造机会。真的。三港什么嘘什么什么嘘嘘的店呢、啊？他去我们店 ，Ashley。哈哈哈，对啊。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是哦。哎呦，讲是因为你，伊咪才来接这个 case 啊。啊，迄什么某什么卡 ？Monica。啊，对对对对 ，Monica。好奇怪、哦，他没有跟我讲，而且没有接我电话哎。可能是手机也无电啦。啊，你有什么代志要甲讲？阿姨，小等下打电话，等下我再来讲就好啊。好啊，阿姨，那麻烦你帮我跟他说，明天是 Ashley 的开幕酒会，希望他可以到。好好好好好，阿妹有事我先回家了哈。哦，好好，拜拜。阿丽啊，等你啦，阿丽不要讲一下，哎，这，哎，阿丽啊，阿丽也认识小华那么久了，你也知道他的个性啦。啊，他那一张嘴吼就说不出好话了啊，脾气也不好啦。不过他那个心地吼是很善良的啊，他又孝顺又有才华又……阿姨，你说这些我都知道。那你知道他心里只有你吗？你说的，他嘴巴那么硬，打死他都不会说啦。啊，不过他是我的后生啊，我当然知道啊。
陈小华的女朋友，阿姨，这个问题陈小华已经回答过你了啦。是啦。阿丽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问你。怎么了？安诺，我本来听阿哟。 阿姨，这是女生的秘密啦。哎，不能说因为我更年期我就不是女生了嘞。不是这个意思啦，等我觉得可以讲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阿姨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安丽姐，拜托啦，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真的很想请教你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走啦走啦走啦。去哪里啊？走，我们到房间讲。还要到房间讲？对啦。 陈玉兰，自己坐，自己坐啦。你到底要讲什么啊？干嘛这么神秘啊？神秘？其实也不是很神秘啦，应该是苦恼。对，苦恼。你的苦恼？不是，不是我的，是我朋友的苦恼。 因为他问我啊，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替他解答。这个问题哦，我问陈小花，他又不懂；我问秀川阿姨，好像也有一点别扭。所以只好问安丽姐你啦。嗯，好啊，那你说说看啊。就是我的那个好朋友啊，他。 有一个很要好、很男生朋友，是很妈吉、很妈吉的那种哦。可是他的妈吉最近有一点怪怪的，就是没有办法那么自然的像妈吉一样。哎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最近见面都很尴尬啦，然后靠近彼此的时候，都觉得。 有点怪怪的，彼此靠近对方的时候会怪怪的，那是靠多近？这么近，还是这么近？大概这么近，就好像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在自己脸上的那种近。那你怎么？ 那你朋友为什么会觉得怪怪的？我朋友觉得会突然心跳的很快很快很快，然后变得很紧张很紧张。明明就是好朋友啊，可是一起出去的时候就常常觉得很紧张，然后很害怕，然后我那应该。 不是紧张，也不是害怕吧？明明心跳就那么快，那不然是什么？就是心动啊！啊，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会心跳非常非常的快，而且呢，呼吸会非常急促，有点喘不过气，然后脸会涨得很红很红。 喜欢上他了，不是我啦，是我朋友啦。我是说，你喜欢上他了。哇，你好，我绝对不可以喜欢上他啦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就会变成小三。 我绝对不可以变成小三，我妈已经是小三了，我绝对不可以让小三这种事情变成一种遗传。
到底你在讲什么啦？你喜欢那个男生到底是谁啊？啊！如果我现在讲他名字哦，我一定会羞愧到想要去撞墙撞死了。艾莉姐，还有啊，如果有一个男孩子，他对你很好，什么都听你的，那是不是代表他喜欢你，正在追求你啊？那也不一定啊，有些男人呢就习惯对别人好，容易让别人产生误会。啊，幸好不是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有两个男生呢，你打算一个都不告诉我啊？哎呦，这两个八字都不能画撇，不如不说。哦，那我就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。我回家。哎，安妮姐，干嘛？我再问你个问题，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啦。那如果这个对你很好的男生，其实是喜欢你的哦，那以我们女人的角度来讲，应该选择一个爱你的，还是你爱的，才会比较幸福啊？这个问题呢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，因为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是哦，那你有答案了吗？当然没有啊，但是也不能再继续拖了，该是要决定的时候了。唉，替别人决定哦，真的很简单，可是当要帮自己决定的时候，真的好难哦。就是啊，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呢，就是要一直不停地做决定，也不知道自己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，只知道选定了就不能再回头了。嗯，你决定要跟你的帅哥同事在一起，还是要跟我哥在一起了吗？这小鬼头，我都没有说名字就知道是谁了。哎呦，这很容易猜嘛。好了，说了说了，你会选谁吗？我现在还不知道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也再想一想好了。那你慢慢想吧。我真的要回家了哈！哎，丽姐，嗯，那么晚了，你就干脆住下来嘛。不行啦，我的店明天一早要开幕，我很早起床哎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才要住下来啊！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回去都几点了？你不如在这里早点休息，明天秀川阿姨一早还可以叫你起床哎，保准你不会迟到。可是，不要可是啦，反正陈乔安今夜不在啊，你刚好可以睡他房间。总机，我要接外线，请稍后。喂，陈小华，不是跟你说行程保密，不能联络外人吗？怎么会是你？我不联络外人，我打回 Ashley 总可以吧？也不行，你先照合约走。如果你再打电话，就以违约论。喂。
平常话这么多，我现在最想要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就不在。算了啦，我妈都比我更幼稚了，应该没办法给我什么建议吧。居然没电了，天意啊！陈小华，你就这么的念旧，所以才离不开这里。但如果你不是这么执着的人，或许我也就不会爱上你。人真的好矛盾啊！我们到底该不该跨出那一步呢？反正陈小华不在。那你就帮他回答吧。我应该介绍何玉伟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给我个人头。有事请留言，谢谢。安妮要留下来准备开幕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她。休息啊，剩下的我来处理就可以了。不可以了，你老板急着要，我得赶紧赶工。好了好了，你去睡，剩下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再睡一个小时，之后我再去叫你起来。哎呀，没有关系啊，你赶快去休息。林老板那边呢，我来帮你送啊。我坐久了会想起来动一动啊，快，你快去睡。我已经睡饱了啦，换你了，赶快去休息，快点。你去了，哎，我真的没有关系，这我来帮你叠，我叠就好了。来，我叠，我叠，我叠。你去。好了，你呢？我再检查看这还有没有线头。好了啦，不要再检查了。好了，你弄这里就好了，我检查一下。
绮丽啊，嗯，你昨天是不是跟玉兰吵架了？没有啊。你看到了什么吗？有啊，我看到你把玉兰给气走了。其实玉兰也是一番好意啊，她想要撮合你跟玉莲，你又何必跟她生气呢？妈，我不是故意要跟她大声的，只是这件事情老早就跟她说过了，可是她却总是一头热的说想要帮我，这让我真的很困扰。那你跟玉莲之间就真的不可能了吗？妈，我们不要谈她了好不好？那你觉得玉兰怎么样？玉兰哦，嗯，她就不是想让我赶快交女朋友，赶快跟玉莲在一起吗？那是她在乎你。其实上一次我们去台中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们对彼此应该都有好感。我那时候没有多说什么，也是希望你们能够顺其自然的交往下去。可是现在情形好像变得有点复杂，对不对？不要乱猜了，我们就只是一般朋友。绮丽啊，其实妈真的希望你能够开始交朋友了。我知道你跟玉莲之间有很多的事情回不去了，可是玉兰不一样啊，你们可以有很多新的开始。应该就只有这一代哦。绮丽，真的吗？妈真的觉得玉兰不错啊，而且我也看得出来她很在乎你，而且她的性格啊很讨人喜欢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的过去。谁说他不在乎的？就真的不在乎啊。好，就算是这样，那他的家人、他的朋友呢？跟这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不会在乎吗？一连承受过的压力，难道玉兰就不会承受？啊，我坐过牢。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，我没有必要拉着别人跟我一起受罪。我这个污点是不会消失的，像我这样子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跟其他正常人一样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为什么坐过牢的人就不能跟正常人一样？不完全是。我不准你这么想。你当然可以跟你喜欢的女生谈恋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。绮丽，妈知道你想要照顾我，可是妈不能陪你一辈子啊。我更想要有人可以陪伴你，可以照顾你。绮丽，你要是要让妈好过，你就一定要让你自己好过一点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不要真的好不好？现在我的心真的没有办法在感情上，不然对谁都不公平。我现在呢，只想好好的努力工作，让我们的生活好过一点，不要再让你这样彻夜的工作。感情生活就有我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伤心的。好，我先去送货了，我们相见。
请问你找谁？出来的明星设计师，都是你啦，只有你才会叫我去开幕。不对啦，是主持开幕啊！你看我连话都讲不清楚了，我连背书都不会背的人叫我去主持。还有啊，你第一句话一定要讲这么绕口吗？是不是欢迎各位来到 Ashley 台北旗舰店开幕剪彩？是这句吗？果然是我的问题。其实你也可以不用照着稿子讲啊，只要顺着自己的习惯跟语气慢慢的说出来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要打字报啦。这又不是演话剧，不然你看着稿子讲也可以啊。哇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可以的。我不行，你不要再安慰我了，我不。你还好吧？我反胃了。小心小心，你坐起来。我帮你量一下心跳。那不用吧。我现在问你三个问题，你慢慢回答我。你不是现在问吧？你不是说等开幕完之后再说吗？你人在哪里？现在是几点钟？我是谁？不用急，慢慢的一个一个清楚的回答我。我人在 Ashley 旗舰店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10:15。你是何玉伟，你有医生执照吗？没有，不过以前我的室友有恐慌症，所以我了解一些皮毛。所以我是恐慌症。我想你这就是一般的紧张，只要是人都会遇到这种状况。来跟着我做，用鼻子吸气，然后慢慢的用嘴巴吐气。对，再做一次，然后吸气的时候腹部要隆起，吐气的时候全身要放松，就好像你在一艘大船上面吸。这个是你室友教你的，这要干嘛？不是，这是拉梅兹呼吸法。是帮助孕妇生产时候用的。我没有生小孩，教我这个干嘛？跟你开玩笑的啦。不过，开幕对你而言，不也就像是生小孩一样吗？为什么像生小孩？你想想看 ，Ashley 台北旗舰店就像是你的小孩，在他呱呱落地之前，你必须大口大口的呼吸，吸气吸气吸气。对，我们的小孩头就快出来了。你神经病！头快出来了。哦，头发很多，这是个好兆头啊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造型。你很无聊啊，你是要跟你有宝宝啊？剪彩时间快到了，那请两位先到外面来帮忙应付记者。OK， 我们马上去。那不然我先过去，你加油。那你加油哦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
你们还有其他厂家干嘛？是吗？多拍些照片。哦，而且来的正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旗舰店就是由这位艺术总监林安利小姐，还有我们的行销总监何玉伟先生共同规划的。这个完全是两个年轻人创意，我一点都没有干涉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虽然我老了，可是我希望我们的 Ashley 能给大家一种很潮的感觉。那总裁，关于莫妮卡她人的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跟我的同仁们商量一下，待会儿再聊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你说刚才有多少任务？莫妮卡什么时候来？莫妮卡什么时候来？我快被烦死了！今天重点是旗舰店。如果明天报登的全是莫妮卡，那我们开幕集团全都白费了。老总，请你相信我，莫妮卡绝对会为开幕带来许多话题的。我当然相信你，可这位小姐太会迟到了吧？马上就要集时了，你知道什么是集时吗？集时就要剪彩了。再等一下吧，我想她应该马上就要到了。你还要等多久？不然这样，我打电话联络她经纪人。你不是要找陈小华盯着他吗？是啊，可是他怎么那么不在意这件事情？我可不能让这小姐耽误我的吉时。我再等五分钟，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们就剪彩。可是这件事情是你们两个主办的，我尊重你们两个，现投票决定。我这票是不等，你呢？我觉得还是等吧。安利，你呢？不等了吧。好，剪彩。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Ashley 台北旗舰店开幕剪彩，现在就要开始了。啊？这要开始了？莫妮卡没有来。何先生，莫妮卡不是说会到现场来剪彩吗？你们是不是放假消息啊？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假消息，莫妮卡她一定会到，她只是在路上有点事情耽搁了。不过我们剪彩的及时快要到了，所以要剪彩。我跟各位保证，莫妮卡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好吗？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开始剪彩。可以麻烦帮我开个门吗？你知道我今天那么早起是去哪里吗？看日出？不是。做运动？也不是。呼吸新鲜空气？更不是。可不可以不再自问自答了？答案揭晓。陈玉兰是去帮绮丽哥哥买香喷喷、热腾腾的爱心早餐。锵锵锵锵！希望。可以对昨天的事情既往不咎，接受我的道歉。谢谢，我吃过了。吃过可以再吃啊。那你可以当中餐吃啊。可以赶快开门吗？我们要准备开始营业。那你帮我拿着，总可以吧？既然你拿着我的早餐，就代表你接受我的道歉喽。
子吗？那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可以不生我的气？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好啦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不会生我的气？你听我说嘛，李绮丽，你听我说嘛，介绍 Ashley 顶尖偶像造型师林安莉小姐。大家知道的呢，林小姐将要成为当红女星 Monica 下一部电影的专属造型师。能够通过 Monica 的考核，相信大家都能够了解林小姐非凡的专业水准。现在让她来我们说几句话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安莉。何先生，你刚刚说 Monica 有事情，所以丹哥会晚点到。请问你所说的有事情，是不是他为情吞药，然后现在被送到医院住院的事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清楚你的问题是。我手边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 Monica 现在人在医院的 VIP 病房里。真的还是假的？你刚刚也通了电话了。就我认识的他，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。这个 Monica 就算不来，怎么会有这种消息呢？我自己搞定了。请问你有什么话要对 Monica 说吗？他其实是因为你吗？我跟 Monica 的确是工作的伙伴，也是朋友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，只能请他多保重，也祝他早日康复。可是之前有媒体拍到你们两个人一起亲密的用餐，那想请问 Monica 传说中的男朋友是不是你呢？我不是 Monica 的男朋友，我是她的大学同学。我跟 Monica 的确很熟，可是这仅止于同学的情谊而已。Monica 跟你一次关系吗？对啊，你是有这个打算吗？对啊，你是不是有这个打算呢？各位先生小姐，今天是 Ashley 的开幕酒会，不是我个人私人感情的公开大会。糟糕了，月牙儿扇子起来，我把这票子全都得罪光了。可是，在 Monica 刚好今天很巧的进了医院，想请问他吞药的原因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呢？对啊，真的。请各位尊重一下我们在场付出很多努力的工作人员们，好吗？你可不可以把关系解释清楚呢？你说清楚啊！他为什么会说清楚啊？你跟他好像来接孩子，是在说没有关系吗？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想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答案。何玉伟先生跟 Monica 真的只是大学的同学，他们只有同学的情谊。何玉伟真正的女朋友是我。所以林安莉小姐，你的意思是 Monica 吞药的原因是因为你了？我？对啊，你和何先生还有 Monica 之间的三角恋啊。
我没有三角恋啊。你可以解释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吗？你可以讲清楚吗？你今天会不会去看他？对啊，你会不会去看他？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啊？够了 ，Monica， 他不是为情自杀，他是食物中毒吃坏肚子而已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？我知道你们想要问什么。我是这几天 Monica 在南部的专属发型师，我都跟在他的身边，所以这几天他三餐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饭后用多少根牙签剔牙，我都清清楚楚。你们不相信，这是我跟他们公司的工作合约，所以这几天我都在他身边。原本 Monica 预计在今天下午要出院，但是要悄悄提前在中午就要出院了。你们现在赶过去医院，说不定可以堵到他，而且拍到他脸色苍白从医院后门出去的样子，总比你们这些人围在这里问这两个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的人好吧。还有他的主治医师上午的门诊差不多快结束了，你们可以去问他，看看 Monica 的肚子里装的是过量的药还是过期的牛奶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走去医院，去医院，走去医院，去医院。老董，关于开幕的事情跟我进办公室。你总不像当了这么多下属，你挨骂吧？